我们通常都还是会在每次的演唱唱一些新歌啦。对。然后我们要挑战一些新歌曲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就是其实有些歌曲还是会唱到那种我们会很喜欢的那个很贴切心情的，或者是很能够表现那种感受的歌曲。这首歌其实是我的孩子叫我们听的，然后听一听，这样觉得说好听。对，他说好吧，来我推荐你一首歌。啊，对。然后我就听看看，这样。好听，好来学。这首歌叫做《项羽》，很像鱼，那个项羽。对，是大陆歌手。对，叫他叫王二郎，一个女生。他这个声音其实很特别，然后听哎还不错，很好听，然后就来学唱这首歌，所以他是。我们的新歌，听听看。
我他其实中间有一段歌词，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然后我每次都要哎，对他说第一句，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鱼忘了海的味道。然后我每次都唱成我要记住你的味道。你知道有一首歌叫味道，对不对？然后就一直想要想，就是一直想着那个你的味道歌词。然后我最后被我儿子纠正，样子。我说啊，不是味道吗？样子，好吧。记住你的样子。